妹妹你们好，我是小胖哥。北京时间1点多，10月3号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出单的一个情况吧。等一下带装印的这个，这些都是10月3号出的订单，10月3号出的订单，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的单，出单有些是昨天晚上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拍单的一个情况吧。这一单10块多，缩小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单拍了10块多啊，然后我们这单卖了24块多，利润的话差不多就有，利润的话有十几块啊，基本上十几块。接下来我们会优化客单价，慢慢的把客单价做高。像这种客单价314的，然后我们拍141，这一单就差不多挣了200马币，就挣了差不多300块钱。接下来我们会做更多的这种单，然后客单价搞到100、200以上，然后一单赚个180块钱，每天。挣个300、200，确实是比较简单。我做的是东南亚跨境电商，马来西亚本土站啊，马来西亚本土站比较好做一点啊。今天就到这里吧。